喜欢小车，因为在台北市，如果女生停车很容易被男生按喇叭，所以如果是女生停车，如果是小车就比较方便在台北。好，非常感谢昆凌的回答。Now we're going to have a photo call together. So we'd like to ask our workers to pass the microphone down, and we'd like to invite Mr. Pauline, Mr. Kern, and 昆凌在台上一起来进行我们的大合照。紧接着要请媒体朋友找好位置了，因为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大合照的时间。We'd like to invite our special guests to look in the middle of the cameras. OK, 好，我们先从左边开始。Would like to look the right cameras. Okay, please. Right camera. Look at the cameras on your right. Thank you. And now we will invite our special guest to look the cameras in the middle. And now we invite our special guest to look the cameras on your left.就是有时尚的品味，请问一下，你对车子其实心目中的理想的条件大概是什么？其实我喜欢车子是小，然后方向盘轻，因为我觉得比较好掌控，然后如果好停车就更好。所以现在是好停车是你的第一考虑？对，就是小，然后好停车。就完美的车子，除了好停车，你觉得还要有什么样的特色？就像过去大家其实如果说一个艺人很会唱歌、会作曲，也许也要会很对劲。所以你的特色是什么？哎，我其实觉得如果车子它轻，就是方向盘轻，然后小，然后它有那个流线型，就是我心目中完美的车子。第一印象大家呢都是以貌取人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你觉得微整形之后的 Smart 是变得更迷人了？对，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因为它是一台黑色的车，跟它有红色的那个流线型，就是它的一个特色，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好，不管昆凌呢现在呢是骑乘什么交通工具，或是有人接送都没有关系，但是未来大家很注意的焦点是，你会不会移情别恋，爱上 Smart？我觉得很有可能，因为其实我是一直都喜欢，都是喜欢很久。然后这个我真的觉得，我之后可能就会很喜欢。然后因为今天坐过它，我就觉得哇！所以昆凌的意思是说，你是一个专情的人哦。如果我喜欢一个东西了，就会一直专注，不会改变，是不是？对。好，相信在座的媒体们，大家都听到了他的非常 smart 的回答。今天非常谢谢昆凌，而接下来呢，其实要开放时间给我们的媒体朋友进行联访，我们欢迎这个电视先拍照，好，没问题，好，观察一下，其实我们的车的可能性。